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二零二零年老尾一个礼拜的福建敬拜。好的时候，让大家靠合一心来祈祷。亲爱阿爸天父，你是造物的主，保护者，也是创造天地的主，看顾我人的上帝。这时候，我人要带着一颗谦卑的心，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。求你赦免让浓重的一切的罪，求你锻炼我人的敬拜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好无即阵，咱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感谢主的锻炼，和我人照顾我人过了2020年一个真有挑战性的一年。好无即阵，咱来唱头一首诗歌，我人得到感恩的心。来到了新的家中，人人带着感恩心来到了新的家中，当人人献上好礼，心惊伊奇妙的代志，当人人献上家己，主就要祝福你。感恩心来到了新的家中，人人带着感恩心来到了新的家中，当人人献上好礼，心惊伊奇妙的代志，当人人献上家己，主就要祝福你。感恩心来到了新的家中，人人带着感恩心来到了新的家中，当人人献上好礼，心惊伊奇妙的代志，当人人献上家己，主就要祝福你。妙的代志，人人人的上家己，主就要祝福你，主就要祝福你。感谢俄罗斯，好不听听起白，2020年是虽然是一个真挑战的一年，不过上帝表人对有信心，大家一步一步对脚步行。也保护人，引带人。好不，即阵咱继续第二诗歌来回应上帝的爱佮保守，一世人对你行。带我
情的水面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求你出声救我的命，黑暗中开路，风的不变行，真一世人对你行，人生的路有风有雨，一步一步地主的脚步，你是大全能的主，世界的保护，你带我你心路途，人生的路有风主的脚步，你是大全能的主，世界保护，你带我你心路途，你带我你心路途。全能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将我们交托在你恩手中，求你我人要完全地相信你的带领和你应允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好，真正欢喜今天还可以来跟大家坐定敬拜俄罗我们的主，我们继续的借着敬拜主的心来奉献。奉献有三个方法，头一个就是用拨脑，第二个就是用银行转销，第三个就是用支票寄来 BBTC 后尾写福建敬拜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将你镭收棒麦啊，还是盒啊，等下等来教会再来奉献，好无？即阵咱来做一个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真正感谢你，搁一摆会使来奉献予你，感谢你所收束予阮的一切，阮甘心乐意奉献予你，将一切拢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主帮助阮好好地来利用这奉献来祝福搁较侪人，互搁侪人来听到你的福音，来信耶稣，得到永远活的生命。啊，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来温哥我讲完，啊，来温哥每一个弟兄姊妹拍开阮的心门，来听主你的话语。让你的话语深深地进入我们的心来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如来如亲像你，让我们如来如学会怎样来感恩，继续地来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祈祷，阿们阿们。感谢俄罗斯，今天的题目是感恩。有的人问我，牧师啊，今年这样的情形要怎样感恩呢？所以真正重要，咱就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主的宝座前，继续来感恩。有可能无咧？今年安尼款的情形，咱来看。第一个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一到第三节，以色列的整百姓吼，伊人啊对这个伊林行去，第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的第十五日，伊人到了伊林甲西奈的中间，来到这个神的旷野。以色列全会众在这个旷野，就甲摩西、甲阿伦发怨言，讲：巴不得阮早死在埃及地，耶和华的手下。彼时，阮坐伫肉下的边时，食甲真正饱，恁将阮领出来，到了这个旷野，是欲予阮正百姓拢枵死吗？其实上帝真正疼爱以色列人，伊派摩西来拯救因，过了红海，脱离埃及人的苦毒。因人伫迄兜做奴隶，真正辛苦。因人应该得到感恩对无？但是因人却埋怨，安怎咧？因为无物件食，吼、哦！但是咱的天父上帝有听到因人的祈祷无咧？有，第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，耶和华向摩西讲：
我将美牛为天降落，何你人何百姓使出去每一日，拢有每一日的分业何你人。所以主的恩典真的是够难用，伊会听到咱的祈祷，伊会供应予咱，伊有何人每一日拢有通食的。食的食物，伊人叫做什么？伊人叫做玛纳，伊的样式亲像这个王水子小祥。但是它的色是白的，连它的滋味呢，都是亲像有蜜糖的饼，应该是真好吃，对不？它人应该是吃到真欢喜，对不？但是呢，它人每日每日有这个吃，却埋怨以色列人，又在提口说，谁让我们白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，不免用泪，也有鱼吃，还有黄瓜，阁有西瓜，阁有菜，阁有葱，阁有蒜。现在呢，我人的心孤单了，巴鲁有这个玛纳尔，无其他的物件。因人阁再开始卖完了，无物件食，因人卖完；有物件食，因人也卖完。有当时，咱是不是也是安尼款呢？求主帮助咱，卖卖完，爱感恩。为什么就要感恩呢？帖撒罗尼迦前书甲咱讲，就要常常喜乐，无停的祈祷，凡事感恩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基督耶稣来向恁所定的旨意。所以希望咱莫亲像古拜遐以色列人，无物件食也卖完，有物件食也卖完，无够。无所想的物件来吃，吼、哦！那人要吃到上帝的旨意，常常喜乐，无停的祈祷，凡事感恩，做会到无呢？咱来甲保罗学，第一幅所书，伊甲人讲，就要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来对讲，咱的吹唱歌，咱的心和来阿罗，咱的主，凡事就要思。就要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凡事常常感谢，什么意思呢？凡事就是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。常常不是一年一拜，乃是每日每时每刻感谢。咱人时刻要拥有这个感恩的心。做会到无呢？当你要埋怨的时阵，你就要选择感恩，因为咱人的本性时常为着淡薄代志就埋怨。咱要埋怨的时阵，就亲像这物件来到你的脑海的时阵，来到你的心的时阵，你就该亲像垃圾袋那款该倒下啥？卖，你就爱选择卖埋怨，选择感恩。看为些好的方面，卖看为些歹的方面。亲像有的人，咱有这个玫瑰花是真正水的，对无？但是有的人佫 complain 呢，安怎上帝吼将这翅膀的玫瑰花，到因为玫瑰花有翅的，对无？啊，所以有的人唔是看玫瑰花，伊是看迄个翅，伊就开始埋怨。但是有的人用另外一方面来看，伊人看到。即你安尼做事当中，哇，有安尼水的玫瑰花来感恩，所以看你安怎看，你是看玫瑰有刺，还是看刺有玫瑰？亲像一个阿婆，阮时常去探访伊的时阵，伊时常埋怨：“哎呀，我的囝吼，拢总无一个来看我，拢总无用啊！十个囝，十个囝，拢总无来看我。”我就问阿婆，因为我会知影，伊其中有一个查某囝，真正疼惜阿婆，时常有来看阿婆，时常买物件给阿婆食。所以我就问阿婆：“你是不是有一个查某囝，但不时有来看你啊？甲你做阵吼，唱西瓜、俄罗斯，拢总。”伊讲：“哎呀，有啦，有一个啦，但是迄九月，迄九月无来咧。”我讲阿婆，
你咪直直看迄狗嘅无来嘅，来烦恼，来急心，来忧愁。你特别看即个有来嘅，即个查某囝，即个时间，即段时间美好嘅时间，继续会享受即个上帝手术好你安尼好嘅查某囝，好你安尼好嘅时间，会使甲伊做阵来唱诗歌，俄罗斯做阵讲话，有物件食吼，啊，有真侪物件用。安尼款，你感恩心为着这个查某囝来先感恩。当你安尼款的时阵，将一切其他搞的哦，放在基督迄头，继续为人基督祝福伊人哦，和伊人有一日一个一个拢也会倒转来到你的身边。安尼，你的生活就会过得搁较欢喜。你袂直直去埋怨迄搞的无来看你，你继续的来感恩这个有来看你，你继续。继续，伊就听了讲，有影吼。按照我了解时间，直直去买碗去搞个吼，我未晓用这时间来好好来享受，甲我的查某囝做阵吼，过到一个真正愉快的人生咧。所以阿婆听了会较欢喜了啦，伊就继续的带着感恩的心，感谢俄罗斯。所以咱看到上帝赐。好咱耶稣透过耶稣咱拥有一切，咱就要学会感恩，有出客，有物件食，吼，阁有工作咧。顶一日我查某囝甲我讲，伊讲妈咪啊，我挂鼓励工咧，我讲感谢主咧，你把你挂鼓励工定，你阁有工作，吼，月尾阁有工资拿，阁有会使买物件食。感谢主啦，有的人无工作咧，吼、哦，所以咱阁有亲戚朋友，有教会啊，有好的政府等等，真正欢喜，吼、哦，特别看迄个有的，卖直直去看迄个无的。以撒书59:1也甲咱讲，哦，耶和华的手袂较短，吼、哦，伊定着会来拯救你的，伊的耳啊也袂较重，伊定着会听到你的祈祷的，所以真侪摆。当咱埋怨的时阵，咱想讲，哎呀，耶稣你无帮忙我人咧，吼、哦。其实，伊时常是伫咱的边时，伊的手是伸伫迄刀，你要砍你，是你要予伊砍，还是埋，吼、哦。所以，感谢俄罗斯，咱的天父上帝，伊是全能的上帝，伊是照顾咱的上帝，伊是疼咱的上帝，伊有缘伫咱的身边，伫照顾咱，伫收拾予咱一切。咱有当时阿未祈祷的时阵吼，伫心内伫想吼，伊已经听到了，已经为咱准备一切了，所以咱就要继续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伊。记得真侪年前伫 office 做工的时阵，哇，迄文件吼是够大堆嘞，但不是真侪工爱做的，做甲头痛吼。但是当我学会晓安怎感恩的时阵，就无受伤了嘞。所以有一摆。安尼做工会做，上司阁夹起一塔来咧。我讲好，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阁有工做啊，吼！我感谢你，你若是派人来帮忙我，我感恩；你若是无派人来帮忙我，我也感恩，因为我知影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会赐予我力量来将这个工课做甲好势好势。所以当我安尼看你带着感恩的心的时阵。我继续欢欢喜喜做落去，你知安怎无？当时吼，你如感恩如感恩，上帝会供应给你的。就两个姊妹忽然间就来了，迄一日伊讲我来帮忙你了，哇！我是偌欢喜的，感谢俄罗斯。所以咧，咱会使继续的。亲像大卫王安尼款，第49篇安尼款，来啊，咱就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哦，向拯救咱的石盘来欢呼，咱就要来感谢伊，用诗歌向伊欢呼，时常感恩，时常欢呼，日啊唱歌，夜啊唱歌，过着喜乐的人生。等到一感恩的心的时阵，你的人生无受伤了。你讲我的心嘛、啊，你特别称颂耶和华，凡那是在我的内面呢，也特别称颂伊的圣名。只要你点的耶稣来，你必定会通来称颂伊的圣名。你讲我的心嘛、啊，你特别来颂赞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一切的恩惠。伊真的是真正听人真正有恩惠的主，卖亲像以色列人哦。得到了主的赐恩，搁再袂记。真侪摆上帝照顾咱，真侪摆咱代志解决了，咱就袂记了。咱就要继续的记得上帝伊有缘会祝福咱，伊继续的会来帮助咱。咱莫忘记伊一切的恩惠。
你就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以本为圣，伊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真的，伊唔是爱你到一半就放下你，伊爱你到永永远远，是要让用感恩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，来侍奉咱的上帝，来祈祷，咱就会通来跑走更加远的路途，咱袂走到一半大约放下。袂，因为咧，当咱有感恩的心的时阵，咱的敬拜是真心、真诚、真意的。咱的敬拜是值得主欢喜的。然后，咱的侍奉也是为着要来侍奉主，为着要来荣耀主，唔是要来为着人的人的来讲咱好，唔是为着人讲的，是为着上帝，上帝要得到祝福，上帝要得到荣耀。所以当咱借着感恩的心来祈祷的时阵，咱会甲上帝的心如连心，咱就知影上帝你的旨意是安怎款，就借着伊的旨意来祈祷，安尼款咱就有办法，有搁较侪的力量来走搁较远的路途，继续的来为主来打拼。感谢有路主，所以感恩会带来什么呢？你知影无？那每一日拢有86400秒，你有用过一秒来讲感谢无咧？啊，即阵甲你边头的人讲感谢主有你啊，我感谢主有你，甲你边头的人讲，真诶，咱时时刻刻拢有物件会使互人感恩的。咱来看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这《路加福音》17章。耶稣是往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阵，经过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了一个乡村，有十个有大麻风的，就是泰国病啦吼。因人就哼哼哦啊，要走来，大大声的话：“耶稣啊，先生啊，可怜阮吧！”耶稣看见人，就对人讲：“你能去吧，将你的身体和祭司来查验。”因去的时阵就洁净了，所以大传人的主，伊就将这十个泰国病的人医好了，因人已经得到医好了。但是咧，只有一个回来大声荣耀归乎咱的上帝，伊拍落伫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伊。这个是撒玛利亚人，耶稣讲洁净了的，唔是有十个吗？安怎把个九个走去堕落咧？啊！就是除了这个外邦人，还没有别人回来将荣耀归给上帝吗？耶稣就对这个人说，起来，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所以第三人看到，虽然十个得到以后，很多次我们人就是不会感恩，所以我们需要来学这个感恩的功课。九个没倒回来感恩，只有这个一个倒转来感恩，当伊感恩的时阵，伊唔单单得到伊个肉体的医好，伊阁得到伊个灵命的医好，伊得到永远活的生命，伊甲耶稣如来如亲近。你看到无？你的信救了你了。所以咱看到，当一个人会晓感恩的时阵，无关系。好代志发生也会感恩，歹代志发生也会感恩。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伊是叫做Matthew Henry， 伊是写咱这个翻译哦啊圣经的这个人。有一摆，伊和拍枪咧，伊的背包无去咧，但是伊逐日本有写这个感恩的日记，这个人也使来学，我学以后主来就会晓感恩。背包碰见，阁会使感恩咧。伊安怎感恩呢？伊讲哦。我唔捌予人偷摕过物件，偷一摆哦，感恩哦。第二个就是讲，伊把路夹我的钱包，伊无夹我的性命咧，感恩哦。然后有咧，伊啊，虽然夹了全部，伊却无夹个最最吼，迄刀内面把路淡薄俩。我是予人拍枪的，我唔是去拍枪人，感恩无？感恩，所以不管是好代志发生、歹代志发生，那是咱对对的方面去看，咱有关会使感恩。安怎就要感恩？感恩带来什么呢？当咱主学会晓感恩的时阵，
咱主会晓感恩，咱就主袂晓埋怨。当咱主埋怨，咱就直直埋怨落去了。所以当咱学会晓感恩，最最感恩，就少少埋怨。到一个时期，你袂搁再埋怨东埋怨西了，你就会如来如亲近主。人甲人的关系也会进步，就充满着喜乐，身体也如来如健康，就满有平安。暗暝保证你定着困会去。哦，你唔相信，试看卖。逐日逐日，你感恩，每时阿未困的时阵，阿来感恩，定着物件，互你感恩的，感谢阿罗主。咱看到腓立比书，保罗也安尼款教导人，伊讲我并唔是欠缺甚物讲假话，我无论伫甚物款的情况，吼，我拢会栽种。一个感恩的人，是一个会栽种的人。哦，伊讲这是我家己已经学习到的，这就要来学的，就要来学习的。我知影安怎款，哦，无的时阵，不有的时阵，哦，饱的时阵，枵的时阵，哦，有假的时阵，有欠亏的时阵，我随时随在，哦，随时随在，我拢有这个秘诀。闭关，吼！我靠着迄个加天，吼，我力量的凡事拢能做。这个加天，吼，保罗力量的，这个加天，吼，你感觉力量的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耶稣，吼。所以当咱有耶稣，在咱的生命的时阵，咱免烦恼东，免烦恼西，咱只要栽种，咱只要感恩，耶稣给咱力量，凡事咱拢。能做，所以鼓励大家弟兄姊妹对今仔日打气，选择感恩的心，卖搁再埋怨。无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你拢会使感恩。头一项要感谢，就是耶稣基督为咱的十字架顶的牺牲，来接受耶稣和咱的救恩，会通甲天父上帝和好。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顺从上帝的旨意，这个就是头一项，咱上帝会使感恩的。所以你若是讲牧师啊，今仔日听了这篇道，真的，我卖搁再行这个黑暗路，我卖搁再家己苦家己，直直埋怨东埋怨西，我必学会晓安怎来感恩，无管是。好还是歹，我拢会晓感恩。我要来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，吼，可以来洗清去我的罪，可以来帮助我，可以来赐我力量，来过着这个丰盛的生活，这个感恩的生活。你就对我安尼款做这个祈祷，好无？咱关目睭，一句一句，你对我安尼款讲，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爱我，派耶稣为我的罪死绑十字架，流落宝血，第三日复活。我即阵拍开我的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感谢耶稣入来我的生命中，赦免我的罪，赐予我永远活的生命，赐予我力量，教导我安怎做一个感恩的人，过着丰盛的生活，继续的学会晓安怎来去祝福别人。感谢主你的祝福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我罗主，那是头先你有对我做这个祈祷，我恭喜你，你就是上帝心肝宝贝仔。耶稣定着会树立力量来做一个感恩的人。咱即阵来领受祝福，咱将咱手伸出来，求赐恩的上帝赐予恁一颗感恩的心，予恁。力量，予恁平安，祝祝福恁满满，阿门。
下一拜六见。